啊，我是来自于湖南凤凰的一个民谣清吧歌手，我叫左立，左右的左，立正的立，我是一个湖南凤凰人，今年25岁。我来到这里是想，是因为我的女朋友，因为她弹钢琴非常的厉害，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音乐人，我也想在电视上让她的爸爸看到我。所以左立对你来说这一站非常重要哦。是的，等于是让未来的这个岳父啊，看看到底这个男生行不行。今天带来什么歌曲？带来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民谣歌，来自于宋冬野的，叫做《董小姐》。听你的。小姐，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，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。董小姐，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，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。董小姐，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，嘴上一句带过，心里却一直重复。董小姐，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，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兰州。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，董小姐，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。爱上一匹野马，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，这让我感到绝望，董小姐，这让我感到绝望，董小姐。